每個 technology 嘅發生都係令到我哋做創作嘅人咧，係嗰個工具再加強咗。究竟佢可以幫到我幾多，同埋我可以點樣用佢，唔係俾佢用我。我是梁华生 James， 从事电影美术、广告导演超过40年。我想 virtual production 是在广告制作、在电影方面是一个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在 budget 方面、在时间方面是可以节省到很多东西。And then 亦都可以在创作方面提供到多一个 choice 给一些 creator 去做到他心目中想做的东西。给到我一个好 instant 睇到嘅嘢，我可以知道即時可以調整到嘅嘢，咁呢個係對我嘅創作嚟講好大嘅幫助。之前咧就我接咗個 job 就係幫 Jeffy 拍一個 MV 嘅，咁咧然之後就係話我要好短時間 after shooting 就要完成我 editing 要去上台，即係話我唔需要拍咗啲嘢後期再 communicate， 因為我冇時間做後期，咁所以我就 approach Votion， 咁佢哋都好幫忙。在很短的時間裡，他們幫我整了一些跟我心目中很接近的 background， 我們就在個 studio 裡拍了大部分條片裡面的 footage， 整個經驗是很 amazing， 也都 arouse 了很多人對 virtual production 的興趣。因為我覺得你是要用多些工具，你才可以 find out 到究竟你怎樣跟這個工具溝通。因為我本身都很 old school 的，即是我們由菲林年代拍攝拍到現在的，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科技的發展。其實每種科技我面對都是想想怎樣 equip 這件事可以幫到我們的 creative 去得再 far out， 再可以實現到心裡面的腦裡面想的一些畫面。